Do we?哎，看一下有矿号吗？没有，我这里有矿。哦，被丢矿。塔一绿的矿。被丢在十七区。看一下向外面的，我就开了。八区没有啊？看你们那边有没有？看一下。那我看这里。八区没有哎。非常哥，这样不可以这里。加皮，有健康有，这边楼下。哎呀，没有他的攻击。哎，没吧，可以给我叫小公务出来了。哟喂！这小动物可以控制它的吗？还是自己跑的？它自己跑的。你可以指定它要搞什么东西，还可以叫它去哪里啊？指定它找脚印哦。带我去哪里？他带我去一区。他带我去一区找脚印啊 ！My God， 笨。找了，在哪里啊？在哪里？右上角啊，在那边啊。五区，五区，飞去五区啊！五区飞去右侧。哎，我捡脚印，我看到脚印了。我没看过这只东西，他走过会算脚印没有的？我给他转，他也算了，他走过，不用我下去捡的了。有猫外面吹哦，有用的吗？有，你要骑着骑它，骑它就帮你打。你骑到龙，它会帮你打。哎呀，来不及的话，看看吧。哇，许叔这个这是一发，我觉得。对吧？哇，那个别个枪有这样快就好。哪怕给你们低一点哈、哦，一只来鸟，他送的。我不要坑地方好吗？喂，他喷又来个呗？没有，打他撞他吧。感觉这条很大条的。哇！看看你有没有坑气啊？哇，什么鬼哦？哎呀，这还保护他？丢大便，我看到又跑。啊，跑了！啊，两只一直跑，我打一只有。白就要跑了。不是打上次是打哪一只跑了吗？
见黑鸟。到这条面，他应该会跑来这里。我要，这么空，是吧？我要软化他脸而已，差点要死了，亏了几个亿。哎呀，不能了，算了吧，还是撤卡算了吧，软化都是假的。喂，搞礼物，哇，奥迪我，好了，喂，还有地方好跑没？跑去八区啊？八区不去啊？不像，那回去干干去。看着被蚊子咬，替你搞好了。原来我的麦一直没有开啊。对啊，这奇怪谁进来啊，就不要讲话嘛，很想踢掉了。我刚刚睡午觉啊，睡醒了进来没看又就想啊，又是阿公，又是阿公，江湖阿公。然后后来看这，哎，有个没有的东西在那边。中了，虚的中了，
乐是因为你不要飞二十分钟而已。其实二十分钟实在是超过了，不然憋出去。在草丛里飞。哎呀，看哈你们，哇下一只、啊、下一只也看到快点再杀到一只，只要收到了姜茶啊，什么怎么个窝姜茶小型礼物，小型这个可以不、哦、好了秘境看有没有他的那个鞋，他脚是最好唯一比较管用的。哦，生产方。可他们现在有那个，他们也不用了，现在不是有那什么铁网的脚啊？铁网更加好，铁网脚更好，他是给的是那个。我看一下，我发布奖金一边做完，啊，可以抢救完了，啊，可以往上缴两个弱点特效、啊，那一个是急攻，两个一级攻，那一秒是什么、啊？B 的还是 A 的？看完就 B 的、欸，我不管 A 是什么。通常 A 是贯通弹，还有两个四级动。哎，两个三级动。下面一个吧，你又不用关空。逼的是两个看破，三个动。还差很多。逼吧，红哥。逼吧。还差有的放那个四级。还差很多。差很多。龙脉的枪。勉强可以捉头，其他没得捉。其他好像没有用啊，我觉得他好像就想脚出名啊。他的头吕布这样，吕布两条尾。对啊。交互变成可以 level，
伊迪。我已经帮他瞧好了，啊，你们那都不管了，站好，下雨呼噜呼噜，快点去妈妈。好了嘛，嗯，给了。去慢慢。你在打什么啊 ？Hello。什么都可以。外观面积现在很少了吧，应该是有什么票没有拿到。哎，轮胎没有动啊！轮胎不见了，你来好不见。哎呀，长好长好。好吧。辛苦。玉林，要不要去冲点冷水？小南，现在去楼下，在楼下了。玉林，去厕所。小南，在玉林。
麒麟。刚才打了雷狼龙，现在我自由又有了雷狼龙，但是没有那个黑鸟了。黑鸟的话，刚才打了，现在没有，但自由又有了那个雷狼。1、2、3、6星。最喜欢虐麒麟了，哎，麒麟好啊！哇，拿锤子啊！哇，还拿麒麟？拿锤子砍他、没有啊，拿散弹。你拿散弹？嗯、好吧，我去晕他。暗吃一下，就拿个散弹进去里面冲麒麟。我帮你晕他，你就很好打了，是不是？很好，很好，你吃假弹啊？金牛这甲，哎，拿你的680进去，680，哈哈哈哈哈，我的是680啊，你的680，我操，买680去。欠东欠西，做不到一套。谁给他睡啊？谁给他撞墙啊？要撞墙，我吧。你到了没有啊？我在他面前。还没有。撞机灵。好吧，既然如此，我来。OK， 你来吧。有点远哦，啊，撞。中。这种，哦，撞下去啊！快点，射他，拆他的脸！猫式 ，Limbe is king of 三档 ，for me Mr. 三档。两目标理论。Eat my 三档 ，eat my 三档 ，eat 倒了 ，very good。猫是猫是，这个小 case， 我不过我保命。这么讨厌的，
好了。哎，我这要入化了。打倒队友就落化。OK。原地倒地了。路花出地方了啊！路花头啊，头啊！我身体啊，身体要两次。二十不来滚！哦，要路花多，差十点给自己。猫不死，猫死！我的枪是不是不死？奇怪，算是。啊！杀你！在我面前，你敢乱来？哈哈哈哈！一顿买三弹！哈哈哈哈！No problem. Eat my Santa. OK. 人呢 ？Eat my Santa. 哎呀，你们勇敢不离麒麟，听起来。Q 吧，看一下。Eat my Santa.Q 油麒麟，对我嘎 Q 油哎，真的。哦，要弱化了。OK， 超速不用弱化的，你就碰他碰他啊，用你最厉害的地方碰他。这样讲话的人都是笨蛋。这是什么理论呢 ？OK， 好，弱化。哎，有没有弱化到他头了？哎，他是怕什么？怕火的是吧？好像怕火跟水。对，一的买三弹，一买不不个，一买不不个。那也给组装一下啊！我已经不是刚才的我，哇，那也给伤。哇，先过来跑掉。可以。压了个线。是个方，是个方，用枪，那个属性大吧？一蛋糕，一，哎，转过来可以吗？这只 ，OK。哎呀，你看果，一顿买三弹，我直接被送来这边。哇，我一份 game 这么高啊！泰森是又另外一个，那个用什么？克甲，你看，克甲，哪个用克甲？哎，我画图，我一份，好酷！哇，你们手机去了？没意思，都没有。哎，有吗？跟我打不到他，吸不到血，哎，可以。哦，一的买三打，等一下，克一的买三打，哎妈个没有敢扣，一的买三打，哈哈哈哈哈哈，一的买三打。一直买三打，准备提高。一直，我的发又跑掉了。给他蓄装墙就好了，免爆就死了应该。
我靠，三万多伤害呀、啊！叫我麒麟 killer！ 怎么好这么好搞咩？哎呀 ，unicorn killer！ 挑战者 killer！ 有攻击属性，抗破坏性。啊，你的星眼都不用装啊？不用啊，反正打散弹都打尽得了吗？还要星眼来干嘛？应该就要开过境哎，哥哥。不会呀、啊哎，你们爬这样快啊？还没有睡哦，给他睡一下，你们。睡什么睡？我不杀睡觉的动物，要杀就杀活着的。给他睡一下，好听。欧弟，你破你阿布，你破你阿布。没有哎，别个睡啊，人家狗来个。他不给他睡啊，在那边惹他了。是啊，举报啊。你举报他我、哦。我有穿，我这边有穿爱充吗？我这边。没有哥哥，我刚刚也没反应啊！我的朋友，你别超盾啊！那个大哥的雷来闪我，来打我！我最喜欢大哥的雷打我了。快点，忘记了。你给我转过来！一的买三档，一的买三档啊！哈哈哈哈哈！麒麟其实一黑都没有打到我，古龙种啊，这算是古龙。给他祖宗出来，照样给他打趴地掉。有我麒麟 killer 在这里。哎，够了。啊哈哈哈哈！够了，够了。傻掉了，杀一只麒麟傻掉了。睡觉睡醒想杀掉，哎，我又有穿盖冲哦，我也不会被嘎高。我有穿盖冲？没有啊，还有没有反应啊？不懂，应该是近战的才会有这样子吧？没有没有，远的也是会，远的也是会。嗯，那就是你子弹没有力喽。不可能啊！我刚开枪，我刚开枪，刚没摇一下，摇一下。开身体弱多病。啊，可能我那个猫饭可能有吃到。还有魔法？不攻速？好可能哦。65八仙啊！啊啊啊啊啊！你不要逼我扮一个黑泥花一八仙哦，我跟你讲。黑泥寒，黑泥寒。哎，太厉害了。OK， 继续拿回去用大锤。如果大锤也能够像散弹这样打，更厉害了。那我大锤都毕业了。科技不能够，大局没有那么容易。好的，来，还有什么东西要打的，通通给他打下来。金狮子，金狮子啊，我没爬过，我什么都给打了哦。嗯，哎呦，该他打巨龙要不要？巨龙啊，巨龙那又吃甲了。打去用克甲的呗，我控场吗？这里控场最厉害就是我了喽。我要打血龙啊，血龙要装比较有用哎、欸，我觉得。血龙是哪一只啊？就是口水爆炸那只不是？啊、嗯，对。昨晚我们一直死那只、啊。没有没有，我没有血。你血一下，还可以。把它吃甲了。那个是火是吧？火跟爆哦。看我给不过港西。我撤甲，你们努力输出哦！把你们队友里面有一个，打了过后再都在自由而已。用冰啊！用冰哦！哎，我冰想要冰，我一举杆又好像不够一样。哎，这个是一三号出来，一号都可以，可以。你们用冰，
这样子我一个空墙，你们是空墙，你们没有空墙啊，我空墙了吧？可以。我到底在给自己拿一个空墙？要空一空啊，给你空啊，空啊，妈妈空。那我空墙的时候厉害咯，不过我空墙的时候又没有输出，又很累了。在哪输出了呢？我们又没有空墙。其实刚才那个麒麟是因为有人控场比较好打，麒麟倒地这样输出这样。不然先打一下控场。哎，不要了，我就拿个大锤进去。既然想要练大锤，那就要练。今天你要打的值。金将用大锤，好像有点不是很对劲哦。把他的脸哦，你身体会弄到的口水。对哦，给他一拳下去，你砰砰，这样子也太危险了。Double爆王，可以，我用光空杠杆。对，你这样讲的有道理。给他这样子砰砰下去，十几条命都不够他打。不要紧了，还是练一下了，还是练一下。反正可以死一次嘛，不是？两次。好，输出大锤。I am Mr. Hammer. Call me War Hammer. 啊，你别还在泡脚啊，你废了。好，可以。刚刚泡完脚，特别的有动力。这个人你要喝吼。哎，我个 build， 哎呀，我个 build 不是去补个吗？错了。哎，放一下。喂，我的哥呢？我飞三号营地啊！飞错掉啊！是的。我也觉得奇怪，怎么这里只有一个人？看来我不小心按了三号营地。如果我用奶妈呢？用奶妈？可以，可以啊，可以。我一开始也是用奶妈的，因为自己提妹太容易死了，所以就变奶妈了。什么？因为看你看没有贡献啊，你又不讲。我没有贡献，最有贡献的人就是我，这样子都是有贡献的。哎呦，想输都难啊！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连大跟那个跟那个谁，太西北老爷了哇！怎么他跑这么远了？石头，石头，看嘛，还去啊？看我们，看蘑菇还久啊？没有啊？还可以表，还可以表，没有去啊？你们走错路哎、欸！没有石头，要萤火虫破开。要赚钱！哇，漂亮的角度，去吧！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我这么漂亮的落化了他的头干嘛嘞？怎么？我打得到没？我们打得到。要我们赶快告吗？你要为要贵有贵有梗了吗？拼墨有弄，有弄坏拼墨。敲敲不到。错了，没气啊。哦，麻痹了，麻痹了，麻痹了！我先睡觉，睡觉，睡觉。
哎、欸，给他 Q， 我们要给他 Q。哎，两棒哦。好吧。我的是两棒。就需要使用那种，使用那种下一局啊，有个小 V 的。不是我的。我看到你来聊。直接狙击他跑位，打他！近战的就是这样。哦，他累了，敲。脚的时候撞起来了，撞到位。哟啊！我撞好好来一个。感觉他要直接去火山了，拿到武器来处理了。哎，又赶很过啊，这个。他又在生气哦。我要换战场，我要换战地啊！那我要去主场一下。OK， 我要回家了。应该还够。把武器捡了，我没看到。捡一下，这个欧耶！他去哪里？楼下，直接去火山了。没有妖精。都来了吗？啊，搞你灭了！这么快快见？我怎么不见鸟、哦？啊？这么快进来可以咬呗？还是50%了啊？他命，上本来上去还会进来可以咬。哦没有，哦跟另外一个地方，我跟另外一个地方，他给还会进去里面更里面一点。我们少一个队友，那个八锤不见了。这里不好跑哦，靠！我还要爬上来一格啊！啊！哎，那先回家三个一起来呀、啊！就这样子爬到那个。
可以往我这边来翻个空。这里有一个陷阱在爬来进。边境，啊，这边不是啊，还没有，我，要跟我讲，他是要在这里敲一下，走另一边境，哇，啊、真的是啊，有病啊，这个，然后够吗？吼，还剩够吗？两万一命啊，没有去拿，我这不够了，这个，我去拿一下。我还走这么远，刚刚一出来没有说看过去的吗？有，要跳回去，有一个跳下来直接到他这里了呢，对吧？不贵啊，还叫我走这边啊？OK 啊，也不用太远，哎，够了我，好吧，进去吧，在另一边进，看他敲地上，看他多牛逼。哎呦哎呦，你看，有影了。三个。哎呀。笑，放好。追的人不见了，要喊了是吧？应该是要喊了，就带你的彩色那个东西就，你要喊个暴 Q 哦！好来，好来，满地红哎！谢，我这里没有地方站。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不你没有中我通知？麦没有开啊，对吧？没有，没有麦坏了。
哎呦开 OK 直接去掉开胸啊真大要死哦哎呀西宫给我开哥哥我有没有坏西宫给我开哦谢不要找我呢找人吧没什么地方干的其实然后他小啊太厉害了断线了哦哦刚才你们打过了没有 啊没有还开一个快一点不要欺负没有命的人哦他说他也没有命哦你们我们还不要打个他哟还一个人进还一个人进哇一定要去我来吧 OK 所以 Any beautifulO 星进来 O 星嗯嗯嗯给我这么搞诶错了什么鬼熊灭了欸我要玩这个如果不灭个灭心如不修不修然后一个灭个如心壳